铺天盖地，不断的抹黑，民进动用这种垃圾波，我都没条八项最重点的抹黑，我用证据来证明一切。铺天盖地，不断的抹黑，叫三顿给我连，荣誉是我的性命。民进动用这种垃圾波，对我38年来，对警察到今啊，奉公守法、为国家服务的人，我挡袂住。你国家五四三，我今天把我所有的证据，一项一项的开出来给大家看。我花开7000万去买土地，我下半部还没结婚的时阵，这个土地95%拢是领导的，人家是继承来的，我还没娶伊呢，买5%，27倍，开200万。200多万，人家讲7000万，讲我骗子，讲我骗子。讲又一公司人头公司，你嘛小拜托个，20几年拢伫班级一挂，拢有业务，有申报。有缴税，怎么会是空壳公司呢？再来，跟他讲，我开公司收租金，就是要逃漏税。我跟各位报告，开公司就是要缴税。一号，一个合约，一张发票，100几间，就100几张发票。10年来，都保存你家这环境，这就是我合法缴税最好的铁证。